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希望可以真的洗刷掉一些大家对以色列那种非常战争血腥的一些东西这样。那其实我去以色列的时间还蛮前面的，大概是2013到2014年这样。我是暨南大学外文系毕业，那也是拥抱以色列的作者，现在是在很 real 当业务。如果大家对旅游相关的非常兴趣的话，其实就是我还蛮幸运到了就是世界上蛮多地方，那包含九代就是英国跟以色列，所以都很欢迎一起讨论。那相信大家就是对以色列然后再看到我，一定会觉得一个女的好好的干嘛跑到那个奇怪的地方去。那首先我觉得可以当爱因斯坦学妹很酷啦，因为要跟这个群人应该是说有钱的人，不是有钱的人，有名的人沾上一点关系，我觉得就是可能平常的机会比较少。但是爱因斯坦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算是一位教授，那我就觉得可以过去看一看以色列人生活啊，学习的一些教育方式很不错。再来讲到以色列，很多人会想到以色列的这个圣城，对，那这个是西墙Kotel。 那 Kotel 这个地方呢，很多犹太人会过去做一些致哀然后哭泣然后敬拜的动作，所以这也算是如果去以色列一个蛮好去参观的地方这样。那再来，非常多会去以色列的韩国人跟日本人其实都是基督徒，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那当然撇除这些比较宗教性教育性的东西，酒类就是大家应该都蛮喜欢吧，就是因为那边也是地中海型气候，所以盛产非常多的美酒，还有养出很多漂亮的帅哥这样。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有吸引力的地方。那再来，可能大家会觉得以色列是一个很比较死板然后很宗教很无趣的地方。其实中东很好玩，然后他们的夜生活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的丰富的。再用几个东西跟大家证明一下，其实以色列是不是都是这样地形景观很平瘠，然后那边的女生也都要包成这样，还是有这样子非常漂亮的贝都因人跟山间谷地啊，一些中东溪水啊，比基尼辣妹很多，还有下雪，其实这些都是以色列。那时候我去以色列时，就是飞了还蛮久的，而且那个飞行的过程当中，我刚刚讲那些什么看帅哥啊、喝酒，其实都是我在到了当地大概2个礼拜之后，我才比较心得的一些东西。那去之前我真的很害怕。我待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在这里 Jerusalem Yerushalayim， 就是他们的圣城，也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就在这边。但是我相信就是想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其实以色列的首都在这边 Tel Aviv， 对，那它是一个非常欧化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样子这样。我刚刚说了2个礼拜之前跟2个礼拜之后真的差了非常多，但是到了那边当天其实就洗刷了我非常多从前对以色列的一些想法。我跟大家一样去之前都会做很多的那个 research， 然后我就看到啊，有人带了电脑，上面有贴了一个阿拉伯女性的头像，嘣，然后那整个电脑就破一个洞，这样带不过去，很恐怖。然后我去了以色列是不是就不能去其他国家？但是我还是去土耳其了。土耳其可以，可以，可以，就伊朗不可以。伊朗还有附近国家都不太适合，不然就要提前。阿拉伯国家，可是现在是 e-ticket， 所以还是可以去。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对，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对啊，有懂，那个变色的。对，没有错，因为只要以色列现在是 e-ticket， 所以都可以。e-visa，除非你有两个护照。这是个方式。也是另外一种方式。这是另一个方式，这是老天教我的。讲的有点多，我怕讲不完。反正就是，那天对啊，因为每个人都讲着这件事情是非常好，因为平常我分享啊，就是其实为了练习了很多讲话的东西，我大概讲了30场。对，那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很长，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旅游相关的东西，还有更深入这样。那回到这个东西，其实啊，我那时候做了 research， 然后干嘛？我当天就被那边人吓到，因为我一坐到别人的车上要被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开始经过很多的监察哨、拿枪的大兵，然后很多关巴勒斯坦的监狱等等的这些，我就亲眼看到，从历史上活生生跳出来的这些种种这样。那再来第二个我震撼的是什么？就是希伯来文。我去了当地，因为觉得还是很想交一些当地的朋友，所以我就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去学希伯来文。那我会讲吗？我跟一般的以色列人，大家可以讲1分半啊，就差不多了这样。可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语言。那再来讲到以色列人的周休二日，我觉得也很特别，可以反映出跟台湾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思维这样。我直接跳到重点，以色列人的周休二日在星期五跟星期六，可是像假设今天是星期六嘛。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干嘛？首先，我们不会有照相机，我们不会有投影机，不会有冷气跟电灯，也不可以煮饭。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在当天被禁止的。你也不可以开车，不可以有金钱的交易。但是你有一种方法，就是交不是以色列人的朋友，就是我。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常被邀请到他们家去吃饭，去干嘛？
然后只要他们觉得哎、欸、那个 Che 我有点热，我就去帮他开一个冷气啊，电灯啊什么的。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是还蛮特别。再来几个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做事情呢会让你吓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很丑陋的照片，为什么会跟这张差那么多呢？就是这一张是我在包包被偷了之后，然后去这个地方就是要申请，一个新的证件。对，那可是申请这个证件的同时呢，我没有带我自己的证件照片，所以他就当场对我照了一张照，后面还有很多吃甜甜圈的什么警卫啊，走路的人就把它 P掉，然后变成一张在那边跟用卡一样重要的这张证件。这样，以色列人做事情，我觉得在以色列要养成什么，或是去中东国家养成什么，我觉得一颗强大的心脏，只要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接受每天新的训练，你就会过得很有收获这样。那当然，那边喂养你的还有是什么？除了强大的心脏，你也会被就是喂得很胖回来。对，我现在已经有变瘦了，就才这样而已。所以相信大家过去，那很多很多非常好吃的东西，这都是以色列非常美好的地方。这样，那再跳到节庆，也是我非常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部分。大家回想一下，十月十号不知道都在干嘛？可能有一些国庆飞机的表演啊，那有一些阅兵等等的。可是，在以色列，就是一个被教育的。的一天，因为他们建国时间非常晚，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小至推在婴儿车里面的 baby， 大至八十几岁的阿嬷都认同他们这个国家是非常宝贵的。那这天大家干嘛？全部上街来玩啊，开心啊，然后还会玩什么东西？就是风吹人，然后挂鼓炮这样。对，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以色列人是非常懂得去扩张自己情感的民族。他们如果有恨，我就跟你打，跟你拼了这样。你给我一枚炸弹，我还你三颗。对，那但是如果真的要回到这种喜庆快乐的地方，他也是会跟你拼了，用他们最快欢乐，然后最喜庆、最窒息的方式再把它玩出来，这样。对，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之间时间不够，包含我刚刚提到的悲伤的方式，其实以色列有非常多的那种纪念馆、博物馆，也都是有在纪念这件事情。那回归，我觉得信仰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边想跟大家先更动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很多人觉得信仰是以色列人建国的根基，但其实不是，是犹太复国主义。这当然有另外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可是，在当地，其实我还是看到了很多我是想强调这个啦。其实新闻媒体上给我们很多二手、三手、四手的东西，但是靠着自己的眼睛，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走，甚至就在台湾的各个不同地方，其实收获就会很不一样。这些东西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自己去瞧一瞧这样。像我上以色列学校，他们最喜欢带我去看一些农业的发展啊，然后一些好的交流。可是其实我也看到是这些，公车站就是防空洞，儿童设施也是，然后很多的残骸等等的，甚至是在大型的聚落社区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装置来保护自己。那所以回归到问题，以色列到底好不好玩？我觉得蛮好玩的，可是你可以玩得很快。大概一个礼拜，你就可以把以色列加约旦附近都玩一玩，玩遍这样。对，它当然有非常多很漂亮，我觉得很吸引人，然后让人家感觉到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些东西。可是同时之间，我觉得以色列人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它的哲学。你在异己中去认知到你自己的存在，然后怎么样？如果你认同你的国家，你认同你自己做事情的方法，你认同这整个教育体制给你的东西，你就去把它演活出来，去做这样子的人，表现给别人看。一个，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人应该是好的坏的两面都要有，这样。对，就是你才是一个正常的人嘛，而不是我一味要去讨好，要成为最聪明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个胡斯帕厚颜无耻的鲁莽跟勇敢这样。那这个是我们当时候因为太阳花学运，就跟几个女生在老城里面，就是有做了一个小型的示威，就是示威啊游行这样。那我今天还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因为我刚刚被偷了大概30秒时间，所以我把它要回来。对啊，就是那个我是从好山好水好无聊的暨南大学来的。那在想还有一些学生可能，或者是像我现在其实也蛮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工作。那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这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地方。那当你回去看一些你觉得应该被从你人生中消灭掉的那些时刻的时候，你认真再去看，其实你会发现，你觉得很无聊、很没有色彩的东西，其实给你了很多很好玩的过程跟事情。这样，如果我没有去过以色列，我不会知道，我去做一个非法的翻译，我不会知道其实翻译这件东西是不适合我的，或者是我不会知道其实服务业的东西不是那么适合我，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应该从尝试，从什么样过来。那这本书到底带给我什么？其实我今天说要分享负能量也是真的，因为这本书其实对我的人生没有造成太大差别。如果你们今天来是想听到知名作家的什么
我不是，因为我可能连一刷就是都很努力的在 struggle 这样。只要我们不是有名的人，书真的很难卖。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你去创造这中间真的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在大四的这一年，我就可以因为这本书结交好多不同的朋友，到台湾各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去讲好多不同的事情，去把我对以色列的热情真的散发出来，把以色列人的样子表演给别人看。如果我真的够喜欢以色列，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样。所以最后呢，就是希望一句话来送给大家 ，Todah lekulam v'shana tova， 就是希望大家今天有就是得到一些对以色列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这样。